叫什么叫呀、啊？见鬼了！你别糟践鬼了，行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有病啊！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多大脚？你管得着吗？严福瑞，看我的眼睛。眼睛咋了？像，简直就是一个人。哪像啊？我明明看上去就是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嘛。严福瑞，你瞎呀？叛徒！坤儿，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姿色，能让人拿你去做那个美人计，瞒天过海，礼拜桃僵，安能辨你是雌雄？可是这是为什么呀？苏东小姐，你干嘛让他变得和你一样？你们俩跟我过来。你多大脚？慢点，走吧。拉下去，拉下去，拉下去。你就别坐了啊。你们跟我一起想一想，白英接下来会怎么办？